中国传统教育从小叫伦理，伦理是叫关系，你跟孩子、跟父母的关系、跟兄弟的关系、跟亲戚朋友的关系、跟邻居的关系，中国古时候把这个摆在教育的头一条。什么时候教你会说话，说得清楚，就开始教你实践演练。所以进学校要学这些，他永远记住孝亲尊师，父母要做出榜样给孩子看，言语的教导典型模范，孩子看了什么一生都不会改变。伦理教育摆在第一，伦理教育教你做好人，好人爱父母，好人爱宗族。所以小学教育目的是什么？是教你做好人，永远做好人。再长大一点的时候，八九岁的时候，再教道德教育。他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把你培养的时候，但非常好，现在把它丢掉了，可惜啊。我们要想社会安定，要想世界和平，要把中国传统教育搞找出来。中国是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，伦理是基础，是扎根，道德是做人的根本啊，一生做一个有德行的人，像孔子，像孟子，那都是我们的表率，是为了救地球，为了救人类、救社会，很值得去做。我们要把中国古老的教育、思想、理念找回来，世界就和平。中国的教育，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。中国的历史，3000年，姓氏有文字记载的，再往上推，可以推到5000年。这5000年这么长的历史，国家累积的伦理道德，传给后代。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家。我们要救地球，要救这个世界，我们要把这个国家的线、族群的线打破。我们地球村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一个祖宗，这样我们做起来就会非常兴奋，非常欢喜，一定要把它做成。所以还是要办学校，培养人才做起。
方上，同上。